大家准备好，指挥官到了。希望他能喜欢这首经典。指挥官，你来了。没关系，没有等太久。无论过了多久，我都会在这里等你，因为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。多谢指挥官一直以来的包容和指导，我想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，亦或是未来，我们一直都会是最默契的小队，最熟悉的搭档。今天不是正式的作战任务，指挥官就请放松一下自己吧。指挥官对待工作总是格外认真，但也请关注一下自己，今后让我为指挥官分担一些吧。至少照顾指挥官的起居与饮食我一定能做好的。就从今天的庆典开始，由我陪同指挥官左右好吗？再精密的仪器也无法推演出这些日子我们努力达成的成果，或许那些奇迹的发生和与你与大家的相遇有关。我曾认为只有阅读和对应能让我沉静并找到自我，直到与你接触，我发现世界不止于此。能够与指挥官相识，是我一直以来所庆幸之事，期望今后能继续与你一起并肩前行。认识了你之后，我发现清醒的心事好像也不错。能够勉强保持动力的理由又多了一个。还是很困啊。不过这么重要的日子就认真一点吧。指挥官，你来了，之前一直没有机会，就借今天正式的感谢指挥官这一路给予的帮助和鼓励吧。是你让我有更多的勇气去反抗自己的命运，接下来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大声笑吧。沈威说的也太矫情了，对我来说这个令人讨厌的世界，怕迷失还是人类早已无所谓了。一开始只是出于有自由行动的机体才留在这里，但慢慢和突击鹰这些家伙还有你相处后，或许有了改观。走吧，来了就早点去吃些你想吃的吧。一时的拯救转瞬易逝，只有痛苦才是永恒不灭。明明大家都盛装出席，可某人却姗姗来迟。对待迟到的指挥官，该用什么手段让他牢记？21号，你说呢？指挥官的味道还是那么特别，是21号喜欢的气味。既然薇拉说这样能让指挥官记住，那也来闻闻21号的气味吧。以前关注你和灰鸦小队，只是想知道你和那些人是否有区别。现在，你已经证明了你的不同和强大。这样很好，或许你真的有逃出深渊的可能。接下来，你会被我放在视线的最中央，做好准备。原来是在等你，虽然我也差不多猜到了。不能否认你的出现让我对这个世界产生了不同的看法，但还不够。哼，快去庆典的中心吧，毕竟你才是今天的主角。读过这么多文学作品，但你还是令我惊奇，就像所有故事中优秀主人公的集合，很难不让人倾倒。作为演员，我和我们自然希望能配合你演出最精彩的篇章。哦，我的朋友，既然让我们等了这么久，想必今天的 party 一定不会令人失望吧。这样的说辞能够让你满意吗？指挥官您好，凡妮莎主人因为事务繁忙没办法及时前来，
主人命令邦比纳塔先把礼物送到。关于里面究竟是什么，虽然邦比纳塔的记忆有些遗失，但还是建议您私下查看。指挥官，三周年快乐！还有另一个会场的大家在等着指挥官，快去看看吧。喂，别挤我，别挤我！指挥官到了，大家做好准备了吗？我先来吧。也许以后我们还会经历无数次离别，但至少今天我们仍然相聚在这里。我们约好了，指挥官阁下，未来也请您继续和我们一同踏上新的旅途。从前我一直觉得爆炸就是最快的解决方式，但现在……喂，别得意忘形了，我可不是因为你才改变的。今天这身衣服也不是为你特意打扮的，只是凑巧而已。等等，你是不是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了？暮色停留在远方，夜晚和星辰一起对我歌唱，月亮转动它齿轮般的梦，生命和希望从泥土中翻身。庆典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，还请留步。那支舞曲，希望我们彼此都还熟悉。我们人生的这幅画卷原本都是一张白纸，因为遇到了许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事，慢慢有了颜色，与指挥官的相遇为我的纸上添加了最鲜艳的色彩。有机会的话要来工作室看看艾拉的新作品吗？这次的灵感可是来源于指挥官哦。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人生如梦。如今回想起来，过往万千如雪似烟，尽管所求不甚相同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今日在这短暂庆典上共同举杯。所以，指挥官，请。其实想和大家都成为朋友，机械体、构造体、人类，尤其是你，指挥官，你是那个最特别的存在，自然要成为七十最好的朋友啦。嘿，今天要陪七十一起 happy 哦，指挥官。很少有机会能和七十大人以及您一起参加庆典，我会把今天记录在我的日记里。在记录的同时，我也开始等待下一次的相遇。这是一种新的情感吗？我会将这种感受一同记录下来，存储在我的记忆模块中。守灵人不惧黑暗与寒冬，但也希求光明和温暖。指挥官，谢谢你带给我的幸运和现在的生活。之后在空中花园待命的时间中，我也想与你一起继续任务，可以吗？最近看的一部漫画很有趣，听说艺术协会正在开展绘画课堂，也很想去看看。空中花园是个很不错的地方，谢谢你那时愿意接纳我。好像说的太多了，指挥官，一起享受今天的庆典吧。好久不见，指挥官，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放松的交谈过了，偶尔和你一起参加这样的庆典也是不错的体验。要一起喝点什么？就当作是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明天。过去有很多照顾普劳的家人，后来普劳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决心要守护那些普通的九龙臣民。如果指挥官遇到什么困难，可以找普劳倾诉，不只是今天啊，普劳还挺享受当大人的感觉。对普劳来说，
有好吃的，有好玩的，有家人在一起，就是最幸福的啦。在九龙时，我们也会有这样大型的庆典，那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太平，表面是聚会，背地里有什么勾当，我可想不到。到了列车上，人心更是复杂，还是在这里和指挥官相处最轻松自在。阿迪兰商会讲究等价交换，按照空中花园的礼仪，是不是需要苏菲亚付出些什么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待会的表演希望指挥官能为我打一个好的分数。指挥官，三星快乐。